之前，原告诉被告返还财产案，已经于日前撤诉，现在双方达成共识，调解离婚，条件已经谈好了，双方签字的离婚协议书已经提交给法庭了。是都同意离婚。法官，直接签字吧，我们都同意。我提醒一下双方。 法庭会根据你们的离婚协议书制作调解书，一旦你们双方在民事调解书的送达回赠上签了字，民事调解书就生效，双方就算离了。好的，我签。姐，快递。哦，谢谢。娜娜，生日快乐！我和你妈约定了，虽然离婚了，但依然是家人。你们有任何事情，随时都可以找我。 爸爸，对不起你。这张卡是一张无限信用卡。爸爸的心意。生日快乐。怎么了，姐？找什么？剪刀。啊，我这儿。谢谢。 没什么，谢谢。 地址，甭管了。我先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签署过程会全程录像。赔偿协议呢，我们全部同意并且签字。 部分赔偿也已经履行了，剩下的朱欣欣女士出具谅解书之后，马上就可以兑现。咱们可以签谅解书了吧？对。
没有笔。哦，对，稍等，我去拿一下。不是，我这儿有。啊，那个欣欣，咱们再那个确认一下这个谅解书。你等会儿，等会儿，咱们确认一下谅解书。哎呀，不用确认了，这都是欣欣之前确认过的，对吧？不，咱们得走个流程，这个是确认是不是自己真实意思表达。我先给你试试这笔。我这笔挺好用，很好使。哪儿买的呢？那个？小潘，咱别耽误时间了，咱就赶紧签了吧。行，帮欣欣试试。行，你欣欣写吧。你们什么意思啊？今天叫过来签和解书的，现在给我弄这么一出。我要告你，你今天破坏了我的和解，我要告死你们。您能告诉我什么呀？你不就想要钱吗？你想要钱你说话呀，你要多少我给。我可从来没找您要过钱啊。你要过？从来没有。李女士，你说话谨慎一点。我们每一次见面都是全程录像的，我不怕。不是，那个李女士，你别冲动，咱们先回去再说。你让开！我告诉你们，我儿子要是被重判，你们俩谁也跑不了。不是，哎，李女士，您的笔不拿了，挺好使的。过来一下。这个姓潘的小助理真是讨厌，今天要不是他拖延时间，我们早签完了。这倒是。他不就是想要钱吗？他是看着我给欣欣那么多，他想多要点。没事啊。他要想要钱，我可以给他，只要他能把这件事给我促成了。回头你把这话带给他。那个，李女士啊，这话我不能带，并且我劝您也别这样。为什么？因为有的人吧，就无论你出多少钱，也买不了，他们不卖。
不卖是吗？那行，咱们就说他问我要过钱，我没给他，他才从中作梗。那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了。能有多严重？坐牢。是我先向您承认错误，这事儿都赖我。昨天吧，下班之后我妈说来律所接我，您知道她开网约车吗？我就顺道一块儿回去，结果刚一上车她又接了一单。我说别耽误您挣钱啊，咱去吧。到那儿一看，谁叫的车？祝欣欣他妈。欣欣他妈上车一看我在，就问：“哎呦，说那个小潘那个贝勒那案子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开庭啊？什么时候判的？能判多少年呀？啊，那个他们家里还找我说给钱能私了，我这给多少钱也私了不了，给我闺女欺负成那样。他就问我这个，我这人嘴也不严，我就把那个欣欣想私了签谅解书那事儿就跟他说了，说那个欣欣说看您天天干活挺辛苦的，想贴补家用。他妈当时就窜了，说这哪行去啊？这怎么也不问我。我说那这个都得听人当事人的意愿呀、啊。他说我还是当事人他妈呢，啊，这我有知情权。你是什么时候签谅解书？我得去。我就把今儿签谅解书的事就告诉他了。这事儿是这千不对万不对，都是我的问题，我不该这么着。您原谅吧。就你能说，下不为例。干，姐。贝勒他们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把这个摄像头安你们家门口。喂，用得着这么谨慎吗？咱们主任不都说了吗？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万一呢？谢老师。欣欣他妈回来跟我说，那钱他拿了也没花过，得亏你跟他说了。我就这么跟你说，他们花再多钱也没用。现在检察院已经以虐待罪提起公诉了，就看法院怎么判。该自食恶果。哎，那他那培训班也得罚款取缔吧？这负责人不也得进去蹲几天？不然还得有女孩受害。早关了，不仅关了，还罚了不少钱。我说呢。这儿呢。哎，来，快来！哇，吃的呢，挺多呀。得改口了吧？我们左律，左律师，左律，我们看看那职业证吧。当然可以。开个眼。好嘞。这以后，左律是不是就能带我们了？带着我啊，左律。我也得去啊，带我们带我们。真阳真阳真阳，是我哈里面的这个。你们几个不都有指导老师吗？你没有啊？你真是，杜律让我跟着左娜，那就行，德行德行。你们几个有客户告诉我啊，我替你们接。对，我用你，我用你，我互相帮忙。来来来来来来，高兴啊！咱们给姐道上，咱们敬他，恭喜恭喜恭喜左律，恭喜左律，来来来来来，再创佳绩。嗯嗯，不胜酒力。我姓三哥，真客气。哎，那个。我们这儿聊天呢，不听不用了，谢谢。我也是来聊天的，我刚才路过，我听那意思，各位好像是律师是吗？啊，我正好有个事想咨询一下。哦，怎么了？哎，我们家的事儿，我姐老公出轨，小三儿找上门来了，给我姐30万，让他俩离婚。离开渣男还白捡30万，多棒啊这事儿！可不吗？哎，我姐，我操，我姐也这么想的，收了，收了30万离了。然后小三儿上你那儿去找你姐要30万，你姐也经历过。哎，你这人讨厌的。他要钱的理由是什么？这收完之后离了之后，渣男又找一个，他俩也没成。那你说这钱应该给他吗？那当然是不能了。对呀、啊，我也说我们全家都不同意，凭什么给他呀？那啊，说好了给我们30万，然后把老公让给你，让了离了，那你自己把持不住又出轨了，你找我们要什么钱啊？他可能是觉得自己买东西呢，买不合适还能退，这都急收了还退。别听他胡说啊，他有病。那个法院怎么判的呀？法院判说我们得还。啊？
不是，你们律师是谁啊？没找律师啊，我姐觉着自己占理。什么时候判的？反正判决书是到家一周了。你抓紧时间啊，哥。这个上诉期挺短的，要是过了上诉期，一审判决生效了，改不了了就。那可不啊。啊，哥们儿，你到我们这边给我们唱一首吧。忙着呢。整一会儿吧。来，拿我这碗喝吧。来。特别着急的事儿，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啊？这样，要不您给他打个电话。哎，我打过了。这边找易律师。哎，找易律师，那您跟我来。好。这我们领导。哎，好。那个，潘潘。哎。那个找易律师的，接待一下、啊。哦，我知道。易律跟我说来着。哎，你好。那个，要不您先把您这具体这事儿先跟我沟通。哎呀，我还是等他回来吧。啊，行，好。那个，那咱那个会客室，好吧？哎，您跟我上这儿，您先歇会儿。好，哎，你们一审之所以败诉，是因为对方和你姐一直都是口头协商的。对方主张的这30万是赠与合同纠纷，就是说对方认为这30万是赠给你姐的，赠与的目的是让你姐离婚。而民法典规定禁止买卖婚姻，禁止借婚姻索要财物。那我姐这个算爱情买卖了？对方是认为你姐姐是收了这30万之后才离婚的。啊？那就是我姐收了30万，然后把那个渣男老公给卖给对方了，就是。如果是这种方式的话，其实是不太提倡的，所以一审法庭会认定你姐姐应该把这30万归还。那我姐卖个渣男违法了，现在这个就不是赠与合同关系。你们上诉的时候一定要强调一个事实，就是你姐和你姐夫前夫渣男前夫啊，你姐和你前夫不是我前夫，我前姐夫。你姐和你前姐夫渣男前姐夫，你姐和你渣男前姐夫，你姐，男方和原告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原告之所以给你这你姐这30万，是为了让我姐离婚。不是，你姐没有要求男方给这些钱作为离婚条件。如果你姐要求了，原告方小三儿，啊小三儿，就会说你姐是借婚姻索要财物。哦。那小三儿真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姐是索要了30万，要不然不离婚。那我姐凭什么一分钱不要离婚啊？养孩子不花钱啊？所以我们才要在上诉状中强调，这30万是你姐要求男方给孩子的抚养费。哦，如果这30万是给孩子的抚养费，不是给我姐的钱，就没事了。嗯，哎，但有个问题，就是小三儿给的我姐钱，也是小三儿跟我姐聊的这个事儿。啊，你昨天跟我们说，小三儿是上门逼你姐离婚了，是吧？那不止一次，孩子还在家呢，那怕孩子受伤，肯定得跟人聊。这个案情，要不您先跟我沟通。哦。你问问易律师到哪儿了？哦，那个易律师今儿出庭，可能还得一会儿。得一会儿啊？你问问他什么时候结束？行，就是他可能不太方便看手机，没事，我跟他再说一声啊。
那等于说就是你姐被迫同意小三儿替你那个渣男前姐夫谈这个离婚补偿。小三儿给你姐钱是替你前姐夫给的，所以就说明小三儿是心甘情愿把钱借给你前姐夫，那么要还钱也应该是你前姐夫还而不是你姐还。你们有点专业了，这好像不用还了。哎，上诉的时候要强调一点，就是原告插足你姐的婚姻，并且逼迫你姐离婚，就是你昨天跟我们说的小三那些恶劣行为。所以一审的这个判决助长了小三插足婚姻家庭，给社会带来了不良的风气。涨价是吧？我明白了，那我就这么弄。我明白了，明白了。哦，太感谢二位了。我给老师们唱首歌吧。不，我没带吉他。你这样，那个以后再去那个大排档，我免费给大家唱歌，包括你们的朋友来了就都免费唱，只要提这个荣科就免费。谢谢。那你姐姐二审还打算自己打吗？那我肯定不能让我姐姐自己打呀，我姐嘴皮子不利索，那我肯定亲自上阵给她打呀，我帮她打呀。那个，咱们应该收咨询费是吧？我们不是为了钱，像你们没有上过法庭，也没有上庭经验，但我们呢是专业的。咱都说了，我有理呀，那我有理我怕啥？有理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二审终审肯定没问题，我要是败诉了，我就把那个渣男前姐夫发网上去，网友骂死他。那个大排档，免费唱。哎呦，把这丝拿一下，谢谢啊。大白灯啊，还送吗？白扯。左娜，这厉害呀，刚拿了证就有客户了。哦，咨询呢？那个，这咨询费得打到律所的账户上，否则算违规啊。是义务的。啊？昨天就聊到半夜，今天又聊一上午。这咨询可是个技术活啊，这讲不明白，人家不信任咱们；讲太明白了吧，人家觉得自己还行，不需要找律师了。人家提咨询费了，但是我没要。为什么呀？觉得自己不配。因为自己在大排档卖唱，他姐现在还躺医院里呢，你跟他说咨询费有点张不开嘴。哎，那个潘潘是不是上午也有一个重要客户啊？小姐，您是怕潘潘也张不开嘴吗？您这一个个的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那李女士，要不我给您点吃的，干喝水也不是事儿。饿吧你？不。啊！哎，你再帮我问问，我看他走到哪儿了。行，他应该往回走了。我看看啊，我实在不行，我跟您定位一下。您真不吃啊？我不饿。行。不好意思，一凡，都还没吃饭呢吧？一凡，这个事儿你必须得帮我。什么事儿啊？哦，行，那你去吃饭。我先去。哎，好，您忙您的。坐。今天中午吃什么菜？可不。你都吃完回来了？要饭吗？是午休了。给，给你带了。那你逗我。男的都能逗你了，但他有孝心。哎，放还我。哎，错了。什么案子？不知道呢，一句都不跟我说。老师回来给我轰出来了。性侵案。真假的？赌不赌吧？没法赌啊，要是性侵案，易律师根本就不接。不接
咱也不知道是什么案子呀。那这样，那就赌接还是不接？不会是令人心动的代理费？什么费也没用，杜律师都不可能接，他那么爱接活，只要是性侵案，全推掉。嗯，你让你左娜姐教教你。因为什么呀？因为啥呀？因为有坑，坑巨多。什么坑？掉进去就是坐牢的坑。那谁能掉进去？年轻律师，实习律师，没什么经验，又一腔孤勇，还特别把别人事儿当事儿的律师。他说谁呢？听进去没有啊？一腔孤勇，往心里去。这样子，你还是找别人吧。一帆，我就找你。林月，你自己也是学法律的。一帆，你不了解我老公，真的不可能，他不可能干出来这种事情的。是谁的不可能是他？我们家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人就靠着他一个人呢。我说什么来着啊？这肯定就是被易律师给拒了。我想起他是谁了，易律师那老同学。真的是你见过？你也见过呀，上回咱公益活动完事去吃饭，碰见两口子挺恩爱的，想起了没有？带着一家子。这对个儿挺高的那个。他老公看着还行啊，挺好的。他就是这种老公能给老婆哄得死心塌地的，要不能哭出来求易律师啊。先别哭，我先告诉你我为什么不能接。咱们俩是老同学了，我就实话实说。一般像这种案子，警察如果没有点真凭实据的话，是不会拘留的。那你能不能帮我问问，为什么呀？这都是怎么回事儿？就留下一张拘留通知书，什么话都没说。行，我帮你去试着办一下，去往后审。但是不一定能成功。还有，我必须要告诉你，强奸是重罪，起刑三年。一帆，真的不可能。你不了解我老公，不探的女孩多了去了，他怎么可能强迫呢？再说了，他身体也不是很好。
吃早点了吗？没有，我不吃早点，我做那个轻断食。哦，行了。嚯，啊，您来这么早？来，进去吧，进去吧。哎，怎么样啊？哦，那个，我们昨儿刚申请取保候审，人说七日之内给答复。警察那边怎么说？人家说案子还在侦查阶段，所以只能告诉我们是谁报的案。谁呢？徐庆。徐庆啊，男的女的？是安小云的未婚夫。安小云？啊，那个绿茶呀！我跟你说，她总是缠着我老公，还让我老公教她学游泳呢。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老公那天发了个朋友圈，他就在底下留言说：“啊，我也想学游泳了。”我跟你说，我有他微信，我专门加的他。这个绿茶，来来，进去。哎。哎，您坐那儿。坐。哎，我就佩服这种家属啊！我还以为你要说同情呢，还是先同情一下潘潘吧。他这个才刚开始，还没移送检察院呢。哎哎哎，话呀，别说那么早。万一要是找着无罪证据，那就不用移送了。哎，你先别说别的，谁跟我打赌说易律师不会接来着？啊，你是不是该请客吃饭了？不是，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呀？就是咱就说，确实是没。停停停，输了就别找那么多借口，好不好？吃不吃？吃吃吃吃吃。哎呀，蒙哥要破费了。那你想一想，有没有可能能找出来一些证据，比如说图片啊、聊天记录啊这类的，能够证明安小云是自愿和你老公发生关系的？图片、聊天记录啊，手机和电脑都被警察收走了，家里面就有这个 iPad。这个 iPad 前段时间坏了，我刚刚才修好。那我估计也翻不出什么东西来。如果这里面有线索的话，警方应该已经拿走了。我还没来得及看，也许有线索呢。我之前也偷偷去他们公司查过岗。我觉着没有什么过分呢。但是我觉得这就恰恰说明了安小云是有心机的。你想想看啊，我老公是他的上司，他不给我老公留下任何把柄，但是我知道是他主动勾引我老公的。他们俩天天在单位，动不动他就跑到我老公办公室去，有事没事他都去。那也有可能是工作，他们俩是上下级的关系。哦，对了，有一次我去我老公单位，我看见他。他看我的那个眼神啊，特别的躲闪，一看就是有事儿呢。这恐怕也做不了证据吧？林女士，我打断一下吧。哎，我看您这个老公这个微信好像，他认识徐庆。然后您看，在这一天还给徐庆转了两笔钱，每笔十万，一共转了20万，您有印象吗？这个转账记录我之前还没有发现。嗯。哎，但是他为什么给徐静转这么多钱呢？这个，您回忆回忆。哦，有一次啊，他问我要40万，说是借给别人，哦，说是一个大客户。啊。对，然后后来我只给他了20万。那就对上了，您老公可能就是给他转的钱。你说让那看吧。这是徐庆和安小云一块儿，这是敲诈勒索，他们在敲诈我老公。我觉得咱们得去找徐庆。我们不能问，因为徐庆是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我们现阶段不能跟他取证，风险太大了。对，我们把这个聊天记录拿给警察看。人已经被拘留了，说明警方已经掌握了详实的证据。而且这个聊天记录并不能证明你老公是无罪的。你看，比如说这句，我没有把持住自己，这有可能说是你老公是主动的。我没有把持住自己，这就刚好说明了是安小云主动的。我老公没有定力，他没有把持住自己而已。
那你看这局，他说不愿意，在这之后，你老公并没有否认。这个安小云，安小云，她好不容易找到了接盘的了，然后她肯定会求我老公，求我老公帮她一起撒谎呀，我老公就答应了。那个林女士，那您老公为什么就愿意帮她撒谎呢？你们不了解我老公这个人，他特别善良，而且他好说话，他特别容易站到别人的立场。你想一个小姑娘求他，你想那么大个事儿，他看。就选择就自己扛了。嗯，那您这个，您爱人有点法律意识太淡薄了。因为这种东西，您看一旦落在实处，对吧？你不能说因为好说话，他说那个你配合我，就说是那个啊，我不愿意，是你非要强奸我，这不就成犯罪了？不是你什么叫强奸呀？我老公这叫心地善良，他是替那个女孩着想，你知道吗？林月，你先冷静。我们这也是推理和分析。主要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啊。那我们一起去找线索呀，我们一起去找线索好不好？你就记住，不管林月怎么说，你都不要轻易去取证，不能见被害人和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还有啊，从现在开始，咱们和林月每一次见面也要录音。行。不要吧，老师，我是觉得这个案子，他这案情吧，太扑朔迷离了，全是疑点。你说那个事发的那个酒店，咱也去了。如果说林月这老公他真强奸了这个安小云的话，那按理说安小云就应该呼救，咱也问了那酒店的工作人员了，他们说没有。可是呢，你要说他没强奸这安小云，那为什么人家那未婚夫一吓唬他说要40万，他就转给这20万，还是心里有鬼？要不是因为林月是我老同学，我根本就不可能接这种性侵案。这种案子取证太难，就算我们能证明他们俩有长期情侣关系，那之前同意之后不同意也是不同意。嗯，而且现在咱也不知道警察那边掌握了什么证据。您说我要是……快给我打住，你别跟那电影电视里面那些假律师学，动不动就去取证。现在这个案件还在侦查阶段，得等移交检察院我们才可以阅卷。阅卷之前我们掌握的信息太少，所以啊，切记轻举妄动。得嘞，我明白，您放心吧，老师，我会保护好自己的。咱这是往哪儿开呢？你说呢？还能开我们家去啊？那我可准备大声呼救了。嘿，不经你同意，我还不能轻易触碰你的身体部位。嘿嘿，还别说，给毅力当学生还真长知识啊。找到证据了。哎，林女士，那个我录个音，您不介意吧？哎，你录。你看啊，这个是我老公他同事给我的，你们看。嗯，看，这个是他们团建，在吃饭喝酒。你看看这个女的，她是主动趴到我老公身上的。那她可以说是喝多了，所以当众趴在你老公身上。喝多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喝多了就趴到我老公身上。对呀，就是因为喝多了他才会当众趴在你老公身上啊。我是说对方律师会这么说。那我老公也喝多了，那你老公就要为他酒后的行为付出代价。你看这视频，你看见没？这个女的是高高兴兴搀着我老公一起进的酒店，你看，这就说明她是自愿的，她是乐意的。嗯，就算她是高高兴兴的跟你老公一起走进的酒店，
也不能证明他就是自愿的、乐意的。更何况这个酒店房间是项目的承包房间，也有可能他跟你老公是进去看项目资料的。那他就是敲诈勒索，就是敲诈我老公的，他就想要钱。那个林女士，是这样的，我们是愿意相信您的，但是您也得拿出相应的证据来。您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就是这个女的她就是想要您老公的钱，就是想敲诈他，有吗？证据啊。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谋生。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是赶路的人，是养家的人，是城市背景的无声。我不过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留下的石头的脚印，是不是值得？这哽咽若你也相同，就是同路的朋友，之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我来自于北方的春天，来自一步一回首，背后有告别的路口，温暖每个日落。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过，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喊出你的名字，无名的人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